金马伦，敬请留意。哦，今日我哋去金马伦一日游。金马伦拜哥介绍我哋去嗰啲私人种玫瑰花啊，私人种菊花啊。其实我哋金马伦啊，讲真噶啦，金马伦啊系点讲啊，系好骄傲噶。金马伦种嗰啲菊花啊，系出口去日本啊，亦出去其他国家噶，系好成功噶。同埋佢啲玫瑰花都系，都普通人系入唔到去睇嘅。就唯喺睇呢两只嘢啊，佢哋好用心咁样介绍我哋，呢个系好难得嘅。我哋多谢阿德哥同阿金马伦拜哥嘅。OK， 今日我哋去上金马伦啊，黑咗我落水又比较刺激啲啊，而且仲要行阿巴嗰边上啊，山边嗰度上啊，落水天啊，有啲紧张添，齐人咗啊 ，Go Go Go Go， 齐人咗啊！这个多功能射灯包括有 daylight 小灯、喇叭爆灯、保家一年一对一兑换、专业级摩托车行车记录仪，有盲点功能和 TPMS 哦。骑摩托车手机电话支架一定要防震功能的，不然会震坏镜头。有兴趣 WhatsApp 0193806119 Uncle Chin。喂，南妹，喂，南妹，金马伦，朝早五点几落水，临时上金马伦啊！你呢度食嘢就系正啊，凉爽啊，系咪？阵间唔使着只机系咪？啊，面档好嘢啊，虾面、猪油软粉，海南妹，依系第二排啊，哦，但我鞋湿咗，讲明系防水啊，入水啊，屌那飞佢，哎，鞋湿咗 ，OK， 快命令准备完毕 ，OK， 好，我啊，来开机，我们的老板介绍我们的老板 ，Mr. Liang， 啊，多少年了在这里？我从事这行业已经四十多年了啊。不、哦，四十多年了。我们都是务农为生的啦、哦。我们从小都是做农的。不过，另外一点说是我们去这个日本呢，也做了三十多年了。哦。那他们日本怎样知道你们的花这里这么厉害、啊、对，这个也是开始，我们说也是此阶段也在亏本，也是败，也没有放弃了。真的很厉害了哦，日本人很厉害的哦，他们可以接受你们的花语、啊、你们已经好过日本人了咯，能够去到日本已经很骄傲了，是这个很厉害，这个说我们也要给我们自己一个赞了、啊、这个真的是不简单，刚才我看你说我们早也不行迟也不行、啊、对对对啊，现在这些要出国了，要就出国了，真的不简单了、啊、这个也是一点秘密，我也告诉你了你怕不怕、okay. 你的秘密告诉我，对，那我们就来我们这边讲给你听，明白你都已经过来有少许问题，我们也 QC 啦，这里是 QC 对、哦、QC 然后才出国啦、哦、还没有，我们还知道说那个花有问题的，我们选一选或者 选最好的啦，对，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是做去日本里面呢，我们的种的人也要相当小心了、啊、日本不单喜欢嫖客，他们还喜欢他们的时间配合，这个很重要，不仅都是从荷兰进口那个秧苗来的、哦、荷兰进口啊，荷兰进口，所以说这个品种那个专利啊 Variety 啊也每一年里面也真的还不少哦，我们还要还给荷兰的，现在差不多好聊了哦，这边就我们一个程序过到了，所以我们去日本呢就特别小了，我们就背了，我们就去进冷房啦。我想问你一下啊，你这些花寄到去外国啊，它的新鲜度啊可以保持多少？99%？应该都会吧。99%吗？嗯，是很厉害了，觉得差不多100%哦。一个星期应该没问题的啦。一个星期啊，这个自己走上来。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是很厉害的，马来西亚对本来是很强的。是、哦、这个呢，我们就放冷藏这边的这个。冷藏，哇 ，very cool，very cool。哦，这个也不说是很好的。哦，这些已经 packing 了啦。这些有可以进去看不要紧。这个就去日本了，因为日本他们要小箱，我们每一个箱子里面这个100只跟排二只，去沙拉瓦的。沙拉瓦。哦。一点没时间了，啊！不动他们，10个小时，他们做好了，他们又做进来，就是装了本地那箱，做去本地的这个。哦，又分开，那边是木头，那边是出口，这边是本地的。哦，这边是做本地的，说本地的包装不同哦，日本。好生来，要生来。对，所以说我们，对，这个都是我们都要还罗耶蒂啊，不简单了。还给荷兰那些秧苗公司啊，要变成来对，对对对，他们也是要还那个所谓那个专利啊。哦，
专业，他们是很专业，了解这些花用多少时间配合它种出来。嗯，荷兰人呢就种更加犀利嗰啲。荷兰人哦，他外国来是种子来的，不苗苗啊，哦苗啊，哇！喂，还有这边，喂，干杯！哇，快点，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你得慢慢等。啊，这个我们自己给他上市，这个呢，我们就要抓去越南了。我觉得挺靓啊！哎，这个这一批是去越南的，上次那个贵，那个要技术，哇，一定个好多功夫啊！你上咗做母树啦，母树，嗯，去繁殖啦，自己繁殖啦，治疗，对，你们帮他拉拉拉拉，你一听他就知道你在这里繁殖了，对，所以说这个，所以传下去的话呢，那个代数太多了啊，那个秧花就老化了，并且那个花就不美了的，就。秋林产妇啊，一样啊，所以这个也是、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要帮他们拿哦。对，没有办法的，你看我们自己的秧了，这个呢我们这个那个秧呢，我们就真要去种去剪花了的了，这个。哦。种成花在哪去种成花啊？种薄种薄种种植种植种植啊！如果种出来的话也是不漂亮，不漂亮、啊。对，它老化了也是。不漂亮啊、哦，也是不漂亮。可以，刚刚进口的，进口的也是这样子的，也是一样的，看不出的，看不出的，出口也是这样子，哦、我们自己配合也是这样子。问题就是他是那个种是他们那边的，那边来的18岁，这里来的50多岁，38岁。这个计划其实在中国很久以前都有了，这个中国只是本品种他们没有他们那么多了。哦、你们读大学了。不要小看这些农业啊，这很厉害的，对，这个农业肯定很重要的，因为这个马来西亚金马仑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啊。对，我们其实我们金马仑农民呢、啊，对这个人类贡献很大的，是啊，我们农全部做工程师、做医生、做什么，谁来负责这些？对呀、啊，没有人来负责嘛，对吗？好、嗯，叫的吗 ？OK 啊，我们去喝茶先。喝茶。Okay。我们敬请留意，上次我们还查，现在还，哎呦，你 free 咩啊 ？free 咩啊？哦，哦 ，OK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很好吃诶，茄仔啊，好吃诶，呢啲日本人种嘅，全部仙人掌呢度，嚟。我哋嘅阿德哥带我哋参观呢啲全部仙人掌批发嘅几大，跟住佢请我哋食日本嘅茄子啊，一盘咁多啊，俾呢班马骝佬食晒咗。哎呀，石头婆喺度，我哋老板娘，她请我们吃，好吃啊！好吃。然后这个是日本人种的，对，日本人种，来马来西亚这里种。金马仑投资为什么日本那边不可以种呢？这里的消费比较便宜啊，很好吃哦。就吃这个番茄而已，吃这个番茄可以吃这个番茄啊，是不是？是防止 cancer 的，对不对？番茄、薄荷呢、番薯，什么好值钱嘅？个好强。这个就开心啦，咁样开心是一定嘅，因为人开心啊，咩病都冇嘅。呢个系真嘅，系咪？阵间我哋阿德哥仲要带我哋去好多地方啊 ！OK， 谢谢老板娘啊，嚟食晒咗。OK 啊，哦 ，OK。啊，呢度系私人地啊，种廿几年嘅呢啲哦。三十年啊？30年，1粒1万块。你有见过仙人掌开花冇？黄色嘅都几靓嗰度。咁啊，环境爱识得人先至可以带入嚟睇嘅，唔识得人啊睇唔到咁大粒嘅仙人掌，种咗30年嘅。OK， 诶，我老细带我哋嚟睇嘅呢个阿德哥。OK。呢度系金马仑最高科技种植玫瑰花嘅，最先进嘅。苏丹都爱嚟呢度参观嘅，都系呢度私人啊，啲品种最齐全嘅，全部入口嘅。苏丹都爱嚟呢度参观嘅，系高科技到点样样啊？睇下依家可以推嚟推去嘅，啊，依只乜推去？
嗰度有 lift 嘅，落落去就出货噶啦。嗰度有几层咁多。好，呢度一翻 ，OK， 就可以拱过去嗰边啦。啊，啱啱推嚟推去，佢又介绍下你啲高科技啊。呢啲就好似我哋车落啲嘢升上升落啊，系先进咧。嗱，推去嗰边啊，底下嗰度有个架个落呢，就可以上货，就好似印印自己咁样。啱冇？Go go go！Let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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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哇，今日睇到好多架印印自己喎，喂。OK 啊，啊推咗你就可以行过去。啊，呢个系俾人推嘅。OK，Let's go！ 你咁样推，咁样推嘅意思系悭位啫，系咪？悭位啦，唔系你点都要对。哦，即系起啲叶值钱嘛，系咪？普通嘅，有一种好值钱。好好大块嗰啲。又系入口嘅呢啲数码，头一轮一定系入口嘅，一定系入口啊！同嗰啲头先，鼻哥呢啊，海棠，海棠，海棠鼻哥呢啊，你老板系咪工程师嚟嘅 ？engineer 嚟嘅系咪？我问佢咩啊？诶 Kiki 啊，阿 Kiki， 阿 Kiki， 我唔得闲，过浮咗，几耐咗啊？呢度嘅花园。二十年啦，你犀利哦！一路嚟都系种啲咁嘅花啦。呢啲咁样出边 market 一盆卖几多咧？呢个应该系卖到十八啦。哦，一盆啦，十八扣一盆。呢个系肥嘅。啊？侵嗰啲肥。哦，侵肥，公肥。哇！呢样可以上。哎，上我，嚟啊，上啊！哦，呢个又荷兰，呢个荷兰嚟嘅喂。啊，荷蘭嚟嘅呢個。依家去做咩喺度揀咩？揀花啦，聽日個 order， 準備聽日個 order。哦。揀啲靚嘅出貨啦。揀喺度落去咯，成日聽日新貨。呢啲又好得意嘅依。呢個係moss 啊。moss 啊。佢哋攞嚟種特登啫嘛，定係種咩啊 ？moss。冇啦，一下啫。浸一下，然之后水就翻咗去，就翻晒咗。啲水咁样浸咗去，跟住就咩啦？连晒个 back 啦，冇晒影啦。啊，去，哎，利用空间哦，去整两层，种几耐咁样打花呢啲？三个月啊。波波卡勒。紫罗兰，靓啊！成日听过啊，紫罗兰唔知紫罗兰。我呢个正话啱啱淋完水咯，系咪？呢个冇话系寻日淋啊！哎呀，淋几多杯？摆水啊！我隔日啦，咁样都好经济啫。几靓啊！黄色嘅嗰度系，黄色嘅。嗰只色好靓喎。嚟啊！我哋睇黄色嗰只，黄色的。得几棵啫喎，黄色嘅呢个系都唔会用好多水量啫。啊，头先上高嗰啲，好靓嗰啲花。紫罗兰没有，那是个粉红色。嗯。哦，粉红色也是叫粉红。今日我哋要阿多谢我哋阿德哥，陈文伦拜哥，哦，如果咁冇阿德哥，我哋边有咁多去私人嘅地方，边有去见到咩啊？啊，种菊花啦，玫瑰花啦，收乜啊？收咩啊？版权费嘅老细，啊，迟啲银哥钱都要收版权费噶啦，收版权费噶，啱冇？真系非常感激你啊！喂，啊，有空再来玩。啊！他真系安排到一流啊，冇得顶啊，真系。哦，所以我去边度聊都好啊，有一个道地人大字特别好聊哦。嗯，金马伦是很厉害的，金马伦真的很厉害。OK， 嚟，失败影相嚟，一二三，金马伦敬请留意。OK， 散兵啦喂。哦，你都进步啊！